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继续延续咱的《楞严经》第八卷，今仔日已经进入了第六十天咯。六十天呢，啊，化作呢都是假期啊！吼、哦，六十天咯，注意听哦。咱这个《楞严经》呢，咱有讲的这个所谓啊，你做什么业因？自然感召什么结果啦？咱讲的这个问题，那么咱讲一半呢？哇，时间出来够呢，所以现在咱注意去看经文哈，会做员工咯。顺着恶业，随节自招，众动纷争，兼有原地。那么这文言文啊。看你家己作假啦哩，咱化作呢，哎，白话文，也就是要消文者呢，哦，大家注意看哦。虽然依循自己所做的恶业，各自感召不同的苦报，但是众生自业感果的相同之处呢，也原本就有。固定受报的所在，哦，这听你甲地图三分了解啊，但是无法度全部阁了解啦，哦，无法度再深刻了解，不要紧哈，咱一句一句提出来甲注意讨论，是啥物叫做顺着恶业，随节自招呢？来，咱甲讲个白话文，阁听好，顺着恶业。随节自招，顺着就是顺着自己所做，也就是所做的恶业，乃是自作自受，是自业所感，自己领受。可见的呢，业力果报不是自然的，不是本来自有的。安尼就有了解啊吼。那这两句拆开就无啥物话啊啦。顺着恶业，简单讲就顺着自己所做的点点滴滴，即恶业是恶之罪啦。哦，总讲一句讲，你所做恶业呢，当然爱自作自受啊。自己业会自己去感应啊。哦，你唔自己去领受，三人会代替你的业呢？无法度。虽然怪地藏经啊，佛祖伊嘛咧讲啊，哦，用白辅助至亲啊，低落国别，怅然相逢啊，无庆大修啊，有无啊？有有咧讲，意思讲咱白家上白亲的啦，哦，是直系血统的关系啊，哦，老白家孙啊，这是直系。那么白家之间是至亲无比的啊，唔过啊，老爸所作业啊，家所作业啊，各人业不同，命终了后各分东西啊，纵然让你误了、拄了呢，老爸伫遐受刑法的时，你做囝讲，好、哦、把我来顾，好、哦、我代替你呢，好角尊，好、哦、破八刀留长啊刀骨，代替你呢好角尊呢。剁脚剁手，哦，担这重挑，哦，任这个红重的接骨，无庆大寿啊！无一个后生代替老爸去地角受苦受安尼啊！老爸嘛无可能代替后生做囝呢，在地角呢挂重啊刀，又不刀啊！哦，无庆大寿就这意思。所以业嘛，
你想要代替，就代替不得啦。哦，譬如一个来讲呢，你巴肚，咦，即卖要开刀啊，急性毛肠啊，安尼开你后生无效。哦，既然毛肠是你的，家己业，你家己要承受啊。哦，那么老爸毛肠炎开囝，安无对当，嘿，业障也未输皮啊。所以讲，家己做恶业呢，必定要自作自受啊，自业所感啊，自己去领受啊。那你讲起来，可见呢，这个业力的果报不是自然的，更加不是讲本来就有这个等你啊，是完全你家己做的，所以当然家己做要家己承担这个业力的果报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好，好，注意听哦。啊，别个两句一个讲话啊，众动分中，兼有原地。众动分就是大家共同的业力所感的果报，原地就是有一定的处所，意思就是恶业都是自招自受。但是在众人所感召的动分中，共同变现的地角内底，确实兼有各自需求的一定的处所。这讲起来，听你家地呢，就讲真假难呐。哦，这总共一句意思哦，强业中有别业，别业中有一强业呢。我就做着批论呐。从这地角来讲，地角就是大家受苦受难的所在，这就是一个强业啊。但是强业内底有不强业啊，有的用挂灯啊多的，有的剁脚剁手的，有的呢在兴发的，哎，伊兴发的角度无同款啊，哎，这是讲，这是叫做强业内底不强业，哦，譬如地角是大家受苦所在啊。即强业，但是强业内底呢，个人所做业亦不相同，即叫做别业。好、哦，讲伊是犯杀生的，伊是犯偷盗的，伊犯邪淫的，伊呢犯了种种的抢劫的，个人做业不同款呐，叫做别业。当然别业不相同，感召果报就不相同啊，但是共同称呼。在受苦受难叫做地狱，地狱就是强业的所在。那么，搁一关叫做别业中的这强业呢？这什么意思？别业就等于犯了这个恶业十恶，安尼叫做别业呢？杀盗淫妄，哦，杀死老爸，杀死老母，那是出乎心血，破乎合精，杀阿罗汉，哦，破坏呢，人弘法恭敬说法。叫做转化论经呢？哦，你犯了这五业罪，哦，安尼叫做别业。那么感召在这个地狱内底呢，安尼叫做强业啦。哦，总之强业就是呢，啊，大众行为所做业，哦，叫做强业。啊，别业就是讲，虽然大家在做这个恶事、歹代志，但是每一人伊所害的、所杀的、所抢的有轻重，哦，有轻重当中，当然感觉胳膊就大不相同的啊，有轻重啊，安尼叫做别业中感觉各自的别业的胳膊，啊，强业有强业相同的胳膊，即分得清楚，分得清楚的所在。片子来讲啊，一个家庭内底呢是有强业所成的啊。有阿爹，有阿娘，有兄弟，有姊妹，哎，有阿公，有阿妈，哎，这是家庭一个强业，正确。那么这强业内底有不强业，伊出世查甫的，伊出世查某的，哦，伊的命较好，伊命较歹，哦，伊所奉优待呢，哎，有高有薄啊，哦，伊所付出的有深有浅呐、啊。这个强业内底不强业，又个差别滴啊！哦，哎叫做又称叫做强业内底别业啊，
国别之严嘛，统治个家庭内底呢，兄弟姊妹大家娶了啊，共同娶了啊，我呢就行着出家修行的路线，叫做穷业内底不穷业，或者是穷业内底别业咧，国别之严，最了解哈，那么那了解了后，咱注意呢，佮拍开吼，即、這个经文吼，佛祖因讲咯，即地狱呢是众生自心所造的业力，由自己感召而形成的。伊即意思就是讲，即、這个地狱唔是讲本来就设定伫遐等你啊，那安就误会哦。地狱本来是无哦。是你自己有做这业因的当中，才感召这地狱会诞生出来。所以讲啊，讲一念心恶，地狱就诞生啊；一念心善呢，伊天堂呢就现前啊。所以天堂跟地狱拢是一念间的善恶而已啊。所以唔使讲，讲地狱是众生以自心所做的业力，自自然然的感召。也来形成出来，道理在这所在，所以讲佛教讲万法为心所住，就是这道理。好，那随便听好哦，佮听好。七处都是以情相为本，如果不着于情的位，即三道便是空；不着于相，天堂自消灭。情相即空，虽在人间，宛然净土时啊。那么这段讲了真清楚啦，在《楞严经》内底讲叫七处啦，其实七处就是所讲的七道意思，六道轮回佮加一道叫做善道，加起来叫七处，又称号叫七道啊。好、人一般讲六道轮回。楞严经讲有七道轮回哦，伊是佫加一个善道啦，因为善佫是三界内，大世上遍满一个四天王天内底啦，即四天王天的下面的呢，所以呢，伊嘛是伫个三界内，还袂出离生死啊，所以咱释迦佛加这善道佫偏入伫这六道内底，安总共有七道啦，七道轮回，好听好哦，这个七道。拢从用这个情甲相呢作为根本。如果讲呢，你若无贪染伫这个情的内底位置，那么地狱畜生五鬼都无离分啊啦。接着呢，不着于情的位置，那么三道自然就不存在咯。那么你若无着于这个性相，无染伫这个功德，无染伫这个清净。无染伫这个相念的位置呢，天堂自然就消灭。那么情若消灭，相若消灭的时阵啊，虽然处在人间呢，也如同伫净土内底。就咱佛门所讲的，不染善，不染恶，善恶甲放下，当然的清净的本性现前。这跟西方叫世界的清净有什么两样呢？所以凡夫众生染情、染相、染善、染恶，所以比这善恶之念呢，所牵这条的白条的，所以众人在净土中也如同地狱同款。所以天堂也好，净土也好，地狱也好，完全是这心的问题而已啊！有净化还是无净化呢？好，注意听哦。咱人那是多情哦，多疑人呢，往往啊，拢总无得出离三界了，也就是众多因缘呐，哪里无得顿等生死出离六道呢？所以呢，咱伫出家的法内底讲啊，讲三昧叫三门呢，讲叫做割爱惜亲呐，把兄弟姊妹感情啊，给净化掉，给切离。那么这情啊，像树林果呢，黏黏啊，如胶如漆呢，黏条条呢，
无一分一秒会当通来离开的。吼，那困条条、白条条啦。所以第一关就爱割爱惜亲呢。然后改这个无为法，爱明心见性啊啦。安怎通看清叫做三文呢？所以讲有情有相的人，这种众多因缘，绝对无在将出离三界啊。再话连上一个开悟圣经的，伊人家伊讲咯，开悟圣经云：无一法可得，不必法众，透脱三界，凡性净净歇，殊即名为出世佛。诸位怪怪哦，伊只意思就讲，如果修到修到这来。好、哦、你心中任何一法拢净化掉啊。好、哦、贪欲净化，尽慧净化，无知净化，傲慢净化。心内所有的毛病拢净化掉啊。无一法可得，就没有这法给障碍掉拔掉的啦。既然心中无一本呢，清清净净光明的自性就显露出来。你无出三界嘛，未得的啦。哦，现在讲讲透脱三界，凡性净净歇的。哦，现在咱称呼你是一个所谓出世佛咯。无咩那称呼个出世啊，心内有定、有相、有境，还佫一法存在呢。安尼就停顿这世间呢，才能称呼个出世呢。安尼就了解吼。哦，怎啊想讲哦？佛祖讲话无唔对，心内若阁有净，阁有相，阁有一定的尘埃呢，安尼阁有法阁拔掉的。所以呢，有阵时佛经会形容个啥呢？佮赤裸裸、一丝不挂呢。但世间人无想讲哦，啊，你是唔是讲衫裤无穿的啊？哦，一丝不挂，唔是意思。这原来过去有一个公案呢。哦，就是讲，这人已经心内无任何一点一物啦，大家自性清净光明啊，哦，无一法可得啊，伊没有这法搁拔掉的啊，所以自性解脱啊，叫做透脱三界啊，哦，脱身三界，凡夫的境界超越现人以这个法嘛净化，现在咱看清叫做出世佛咯。你就了解吼，太重要了咯。好，那么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爱证真嘞自性的清净，证真嘞自性是空性的呢，哎，才是有机会来谈讲见性的问题啦。同时，咱的法性也着要发心的才会显露啊。我再运用一个开悟圣经，伊就人家因讲的咯。开悟圣经云：人不敢妄心，空如空，无留某处，不敌空，本无空，发心动动自住。这话是大家生疏的所在啊！伊讲咱人啊，往往惊所谓妄心呐、啊，惊讲哇，我心竟然甲妄掉、空掉呢？安尼是毋是讲含心都无去安尼？伊咧着生惊，真惊哟！其实叫你妄心，就是叫你善念、恶念，甲放袂记啦，甲净化掉意思。也就是空掉你的贪、嗔、痴三毒意思。伊即人我是非，甲空掉意思。甲痛苦、烦恼事，甲空掉意思。甲过去心、未来心、现在心，全部甲净化掉的意思。安尼，咱的本性呢，就常住不空咯。所以呢，一般人听这空呢，话要紧张性，惊落入这个空，还是断灭，还是完空去的。或者是讲，哦，空，空，伊咧就生惊啊，惊讲，即声空咧，甲侪，含我佛性都无去啊，所以伊唔敢讲这个空，唔敢听空呢，唔敢研究空呢。其实要了解啊，或空或有，不空就不有啊。我讲不敌空，
本来呢，空而无空啊。所以一般人唔知这道理，所以呢，因此呢，惊听这个空，唔敢谈论这个空，哦，惊落空呢。其实越空越有，空到最后呢，咱清净发心呢，动动相助啊。所以开悟正果人也建立空的彻底，之所以无多开悟正果凡夫呢，就是惊正空，惊入空，惊进入这万空去。所以悟无以为啊，这个空就是无为空呢，其实误会，越空越有。啊，越有越不能空呢，空是不空呢。哦，所以一般人无了解啦。譬如讲呢，我的手有两只手啦。那么你叫我摕两物件起来，我马上摕起来，摕这物件。两手会当足自由自在呢，摕到要摕物件呢。一手会当摕，两手做一遍摕，会当摕啊，是足自在啊，无唔对啊。啊！如果手两行拢甲摕物件呢，要叫我摕第三物件，因就无在就摕咯。除非我的手爱藏下一个物件，爱是两个物件藏落，再我就摕第三物件。哦，所以讲手越空越无物件，再如何做代志啊？手是有形的譬如啊，无形的心也是同款，越无思想。越无观念，越无知见，心内无烦恼痛苦，越空为者，你心愈自在，愈会用逻辑，愈会用思考啥物件。啊，如果你只烦恼到半小时咯，要叫你想物件呢，因想袂好势。心也同款只道理，越空越有。你想代志，就无得想第二件代志。像世间人讲的，一心不能两用啊。啊！一心两用，何在眼前呢、啊？像你开车、啊，开车你若无有这思想观念，你的心若保持一片的清净空白呢，你的心就足自在啊。头前车来呢，你怎样想？哦，头前准高，你就怎样动起来？明明白白的、啊，哦，会当随心所欲啊。啊，如果你开车的时啊，梦想纷飞。占有你的心呢，有咱想甲呢，准呢心不在焉呐、啊，因此头前拖过来啊呢，你阁唔当想，啊等后尾想的时已经袂赴啊，人跌落去啊，弄一个呢，吼，人跟车相相呢，拢呢完全的破碎啊，伊的破碎机呢，就是因为你有梦想啊，哦梦想所致使啊，啊你今日若无梦想。哦，无咧想代志为者呢，心一边的空白清净的，伊车来你就清清楚楚，会个闪几时啊？哦，所以我们在讲越空越有啊。哦，越空为者，你怎我都运作的心愈自在，会当无量的妙用啊。啊，那愈占有你的心愈多呢，我梦想修想过多呢，越有呢就不空啊，不空就无得产生妙有啊，道理讲这意思。你嘴有开窍啊！哦，好，那么结束以前，来去念一遍哈，注意听哦，太重要了哦。开悟性经云：人不敢妄心，冲入空，无留某处，不知空本无空，发心动动自住。你嘴有看了哈？家己恭喜下，好，后壁去听好哦。现在，那么释迦牟尼佛要甲阿难尊者讲啊，讲这众生之所以会感召这个业力的果报对十恶道呢，无非就做了十种的恶习，六种的高报啦。那么状况如何呢？来，请大家拍开《楞严经》经文下，佛祖因讲。阿难，处定皆是彼诸众生自然所感，作十十因，受六交报。虽然短短几句呢，咱需要解消文，讲做白话哈，来注意听好。
啊，咱啊，这个果报呢，就是遐个众生自己所做的恶业，所感召的果报，做了十种的恶习的业因，而感受六根，何够当受的果报？那么这个问题啊，无解困难呐、啊。总讲一句，从所有遐众生所做的这个自己所做的恶业呢，当然啊感召呢，种种果报出来啊。遐果报为着做出来啊，就是呢，做十种的恶因，感召呢，伫六根当中呢，受苦受难呢、啊。伊意思就是安尼讲啊。好，咱看。看好势哦，后壁要甲分析较清楚者。前面的经文啊，正经说明，情以相为七处的起因，七处为情以相的果报。下面的经文是说明十种的恶习为三毒的原因，三毒即为十种恶习的果报。哎，最有明辨吼，这段无解困难呐、啊。因为咱头前嘛，讲咱之所以伫个七道轮回，就是有情加相呢。情加相就是因，构成七道轮回就是果啊。但是在本文来讲，就是啥物啊？就是呢，十种的恶习，十种的恶念呢，就是因。以后带来第三。恶道内底受苦受难呢，伊即是果报啊。凡事有伊前因，有伊后果伫个啦。这段就讲这道理。好，咱一句一句提出讨论吼，听好。此等皆是彼诸众生自业所感，即个情以上所感的成对之果报。就是一切众生自己业力所感召，并不是天主地设，也不是他人所受益的，是完全由自己的妄心所招引，也由自己去感受果报的。诸位安尼看有明辨吼？总共一句拢，以上讲遐个情啊。还是呢，这相啊，我拢为感情想要动，好黏黏黏就对了。完全呢，伊的感召会上升甲队友的果报，这一切唔是啥物人好意，是自己以自恶业自缘所感召的，并唔是讲天主地仙呢，未成为上天就借着伫遐等你啊，唔好咧误会，啊唔是阎罗王无代志呢。只要吃饱无代志，借助这个地角等候你来呢？不是，是为心所现的。你自己的妄心所造业，也莫感召这妄心，也是地角出来啊。做什么业，就感召什么业果啊。要自己爱感召果报。哦，这地角也不是所谓的事先的预设在等你啊。哦，你有做这个业因，自然呢。因缘啊，成熟就感召这个为心的地界果报出来，足公平就对啦。怎啊联想到呢？《华严经》有讲了几句话啦，伊安尼讲：假使八千劫所造业不亡，因缘会无时，果报还自修。这是真明显，甲恁启示啦。讲了，假使讲你。在诸生累劫以来啊，所做一点一滴的这个善业、恶业、甲无记业呢，你当绝对放心。因缘若借物去度流时阵啊，自然果报还自修啊，别人无得代替你修，家己的业，家己自作自受。哦，做下地界的因，也莫感受地界果报啊。做下这畜生的因。啊，唔爱爱感召畜生果报啊！做下健贪，咦，这个因就是啊，唔爱感召这个恶鬼果报啊！所以前后叫做平等、平等、平等。
业是未错乱的，业是公平的，业是完全的，是平等的物件，未记得错乱去，你放心。好，这个听好咯。哎，后边两句经文，伊讲话咯。做十是因，受六交报。十是啊，就是十种恶业的是因，正是阴湿、贪湿、慢湿、尽湿、诈湿、共湿、怨湿、见湿、妄湿、常湿。六交报正是见报、闻报、嗅报、味报、触报、思报，意思就是人类以自己做了十种的恶习的业因，所以才会感受六种上高的果报。因此，对于这地狱，如果自己无做恶业，虽然有地狱，什么人会屈服你呢？叫你入这个地狱呢？哎，你嘴巴会精准吼，好，讲得真爽快。至于做十种的恶业的习气呢，哎，就是刚才讲的，哦，有这贪湿、慢湿啦、尽湿、诈湿啦、妄湿啦，这后壁会详细解释个足详细。但这所在，咱唔免浪费时间。那么六交报呢，叫做见报、闻报、这个嗅报、味报啦。诶，有六步就对，后壁的同款讲足详细。哦，不管是六种的步也好，十种的恶习也好，拢总是自己所做来的业因呐。如果若是无做了这个业因的位置，啥物人感召呢？这地界的果报呢？又搁有啥物人会屈服你？哦，给你杀乎你对着这地界呢？无人有这本事，所以讲。你上升天堂不是心明输你去的，哦，你对着地狱嘛不是这心明杀你落去的，而是你业力来给你呢牵引你去天堂的，是业力给你扭落去地狱的，所以业力来决定一切哦。你唔好把你所做的责任呢杀我心明去，这完全是无负责任的行为啊。所以佛来讲就讲这道理啊。一切拢业来个决定，非常非常公平啊！也因为是安尼原因，虽然做佛的弟子感觉非常的尊严，成佛嘛是我个成的，哦，对了嘛是我该对的，哦，要成佛做主，我家己会当做主的，哦，六道中任何一道，我家己会当决定的，哦，这听你个点，真爽快啊，会大快人心啊！唔在清扬啊，叫做平等平等啊！要上升对路呢，自由意志呢，在你手中，你当决定的。好，佫听好。那么下面就是咱释迦牟尼佛开始要解说啊。解说是三个叫做十种的恶因，三又是六种的交报呢。哎，佛祖开始呢，下面这经文，伊要甲阿难尊者呢，伊甲报告咯。听好，七百句经文啊！因何十因？阿难啊，一者阴湿交接，法义相磨，眼魔不休，如是果有大面灰光，以中发动，如人以手自相摩擦。暖上现前，二十相人，各有体藏，当挑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行淫，当令欲火，菩萨见欲如劈火坑。好，好庄严啊！佛祖甲阿难尊者讲啊，第一叫做淫湿啦。哦，十款的恶因内底阴湿已经解说啊。那么状况如何呢？来，咱讲做白话哈，甲消文一下，注意听好。什么会是十种的恶业之因呢？
阿兰啊，第一就是因为饮食染心，交固生结，发生互相摩擦，互相淹没不休止的因果，就有了大明慧之功，在自心中发动，就亲像有人用双手自相摩擦，自然会暖气的现象发生一样，俗习引证，以现世恶习的业行，两种恶习交相燃烧，所以死后就感召了地狱烧红的铁床与铜条顶，受刑罚的苦事。所以十方一切如来观察认为行淫之事，共同称为欲慧。菩萨见到淫欲，就亲像劈离火坑迄一般。诸位看咧吼，吼吼，总共一句啊。咱一个修道人，若是渐渐无甲这淫欲呢，甲净化掉呢，始终拢是生死轮回因呐。伊毋再讲讲。十方三世一切如来共同看这行淫欲的代志呢，共同称呼叫做欲慧啦。哦，欲慧通人呢，啊，菩萨看到这淫欲的代志呢，如劈火坑啊，蛮跳跳位火坑里，烧干呢，含骨头都无去啊。哦，第一，咱人啊造业，十恶来这淫欲呢，一直聊一直聊落呢。哦，这人啊，都心准无去，讲的话拢下底下进去啊，因此拢是对路之因啊。哎，最了解吼。好，那么下面那个经文的意思，一句一句提出来讨论下，咱去听哦。因何十因？阿难，一只因十交接，法义相磨。世尊呢，伊首先解说这淫欲之义而说啦。用阿难尊者，啥物会是十种的业因呢？第一就是因这个淫习染心，男女交固生结，发生互相摩擦，因此产生欲火啊。淫欲的习气是过去世的淫欲。过于赤性，犹有意识发生现行，也是五人的淫欲染心之意。交接就是男女二亲啊，交固生接，由过去世淫习潜在的力量带动，形成为现行内亲外境，男女交固之业。这总共一句，就是讲男女去交固过程当中，哦，男根甲女根伫啊摩擦啊，做性房性物代志啊，安尼伫啊个磨当中就产生这个欲火出来，这是完全的过去生中以前以来男男女女自然就捌做过代志，所以正讲一句话啊，男女性房做淫欲代志，唔免阿爹阿娘。咱的祖先还是老师甲教，大汉都会晓啊。自然的，这是以前以来的音乐的习气，佮流落来啊。佮加添现实有这个境界呢，我接触啊，叫做内境外境，男女的个性这个交固，也就是行淫的代志啊。这主业啊，好不听哦，伊佮一句话讲。法义相磨，法就是欲火发动，磨就是贪求感触之乐而相摩擦，是染心汇合，男女二根彼此互相摩擦，而寻求淫欲的快感之意。法义相磨，简单讲就是。当下男女二根，迄、那个动作就对啦，结出男女的动作，哦，就是
音乐要大家一个快感，所以两个底下咧轻音做些动作出来呢。哦，那個、动作呢，咱注意，那结过婚的人，咱就唔免讲啊很详细啊。啊，讲啊先过详细，变成咧了啊类似呢，有黄色的气味真重出来呢。所以咱讲话用听听一面讲，我念一遍，你就了解意思啊。有那个深入的解说呢，会产生一种想入非非的，反倒等下呢，心就未清净去。所以呢，我搁念一遍哈，你听就听有啊。法以相魔，法就是这欲火发动啊，魔就是呢贪求感触之乐而相摩擦，是染心悔恨。男女的义根彼此互相摩擦，而寻求音乐的快感之意啦。好，后边呢，搁一句又讲话咯，听有无？眼魔不休啊，就是男女之间互相眼魔交过，寻求音乐的业力受气，一旦至极，不想休息，当然是不能休止啊。哦，这更加呢，搁愈入骨的话啦。讲这眼魔不休啊，这当亚男女去做迄个代志呢，一上一下在交合的时呢，在摩擦产生这音乐的快感啦，就一吸气真重啊。一旦当去大家快感的时呢，叫你停下呢，敢唔可能？好、哦，世间人搁是扫兴啊。哦，好、哦，这气氛是会用大煞风景啊。所以当去眼音无啊，当去声音当快乐的时呢，叫伊停下呢，真就爱伊老命同款，这可能会受怕哦。哦，叫做一旦至极啊，不想休息，当然是无可能来停起来的时阵啊。哦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好，随便听好。下面经文，一个三句，一个讲话咯。如是故有大明慧光以中发动，既然是如此，就会消费精血，会积阴而生火。大明慧之光会在自己的心中发动，在生时身心会焦渴，内热病上，死后就会焦阴入火而自焚。哦，这是讲这因果道出来啊。用既然男女会做这个代志呢，如果个无较节约嘅、较中度嘅、较适当嘅位置呢，动不动就要做男女嘅代志呢，哎，男女拢会做大亏损。所以讲做好淫嘅人，爱男女交合嘅人呢，伊这款人想要过分嘅这个消磨，伊精血就想要损呢。哦，你捌听讲一寡男性朋友呢，伊讲啊。一生好淫贪淫啊，因此未老先衰啊，就是这道理。佛祖阿赖行人呢，三代阿僧祇劫就讲这道理很听啊。伊这人讲嘛是真对啊。哦，会阳痿啦，乃是呢心亏啦，还是呢你的精气神失啦，拢算针对这个问题。太贪色的人会出毛病，所以讲哦。二三十岁啊，尔看你家地存乌衣裳呢，存阿伯安尼啦，吼呢，规身骨非常的苍老就对，行路满山老态龙钟呢，所以种人看你家地讲，哎呀，两个目睭靠四周呢，乌，这一般较好隐点啊啦，隐欲想去透支，所以目可能呢四周乌人吼，一般拢是呢隐欲较重点啊，哦，这真正咱呢。当然，跟你心啊、肝啊有关系，但是最主要呢，是要贪爱这个淫欲的人，伊一生的当中啊，往往呢未老先衰，看到二三十岁啊，尔呢是这年纪啊，唔过呢，甲看到外表呢，也已经亲像四五十岁老大人同款，所以唔使讲啊，讲伊就会消费呢，伊这精血啊，
哦，佮加添伊逐工做诶代志呢。嗯，积阴生火啊。哦，即阴郁诶火伫伊心腹内底去燃烧啊，就发动，就发动机发动啊。在世时阵，因为佮较爱，佮追求男女爱情诶人呢，伊一生诶当中呢，会拄毛病。你若好阴诶人，会影响伊五脏六腑诶起变化呢。叫做啥呢？雷月变相啊！哦，我变你造出来，造出来，莫怪咱世间人讲啊！哦，百孝，这百善孝为先呢，万恶淫为首。哦，就是因为淫欲会带来无比的后遗症，真大堆呢。哦，在生时百病终生呢，伊讲命中以后，自然感召这个业力之火呢。是烧落去家己咯，对着这地壳落去啊，所以叫做无快活。所以这看呢，佛祖又在讲讲，一般人啊，之所以生死轮回，就是完全这淫欲这个欲火呢，燃烧带领你呢，一世过一世，一代过一代，一轮回去。哦，咱之所以改头换面。投胎转世，拢都是淫欲之火呢，吼、哦，给带动，互你身不由己啊。所以你乃当为这淫欲个净化，慢慢修反省呢。嗯，安尼唔倒是叫做修道，哦，因为万行大事拢为这淫来啦。我正讲一个问题啊，是唔是你为了食着男女这点的甜头呢，才输着你呢？哇，无结婚袂得啦。结婚就食这点甜头呢，我生儿育女啊，我建立一个家庭，哦，代志拢来啊，哇，爱做事业，爱人际问题，哦，一切代志拢做出来啊，拢都是阴欲去作怪啊，啊那阴欲净化是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的呢，阴欲净化，伊唔免为了阴欲去起烦恼啊，哦，伊净化唔免啊，所以就无一连串呢。生子育女建立家庭，母家呢，他怎么倒头栽呢？哦，痛苦事呢，绵延不间断呢。阴欲爱净化，道理在这所在啊。你就了解吼。哇，那了解呢，时间又到了，会见哈。咱明仔在楞严经第八卷呢，第61天同一时间再会。